现在是早上8:30啊，我们今天要去徐水。徐水现在有一个粉丝在等着我们啊，今天他给我们推荐了两个餐厅，一个是那个芝麻烧饼，还有一个是京城菜馆啊，今天我们去探一探。青花色的日落吞没在海平线，夜色慢慢推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间的音乐，从等你下课到手写的从前，毛毛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。哎呀，到了啊，这个店看着不大呀。哦，天佑，我到了，是这个安家烧饼吧，回民店。哇，这个小店看着是挺有年头了啊，吃的人还真不少。快到了，他让我等一会儿，他说我不会吃。这都是徐水本地的人，知道吧？他们经常来这儿吃，所以说他们会吃，也知道怎么点。哇，这芝麻的香味真浓。这点菜都能加吗？对。哇，这多少种菜啊？这是？大概30多种。30多种菜啊、哦！你们经常来这儿吃吗？我老是在这儿吃啊、哦。哪个拍的都没拍上，哪个早上？是啊。哦，没拍，我们拍完就走。来来来，哪个好吃啊？加个腰子，加个牛，加牛肉，加点菜。行。他这个店开多长时间了呀？哎，多少年了？接他们店？得30多年了。哦，太火了，来不及给我们加都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，哥，这是一块吃。这是加的什么呀？这是加的什么？酱牛肉。我先尝这个吧。我不客气了啊！你们两个两个腰子给吃。嗯，对对，俩腰子。嗯。哇，它这个好脆啊，这个掉渣的。嗯。你看这肉加的，好满。哇，它这牛肉是自个儿炖的吧？嗯，自个儿炖的。嗯，它是大块肉啊，看到吗？嗯，好吃。哇，我刚才来的时候这边人都好多。嗯，他一直在这儿吗？这个店原来在对面。在对面啊、哦、大棚子啊、嗯哦、这刚搬过来，这是搬过来也7-8年的。7-8年啊，两个凉粉的。好嘞，慢点。牛肉面。哎姐，这个加肉多少钱呢？这个9块呀。啊、哦，哇，它肉夹的好多呀，这个肉夹的。嗯，它这个肉一点都不咸。嗯，很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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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特别棒这个店。嗯，哇，你们是不是老来吃啊？老来吃。我觉得这个比吃驴肉火烧还香的这个啊。我尝尝那个腰子的啊。哎呀，我第一次大早清着吃腰子。哇，好香。他们家这个肉调的这个口味咸淡刚刚好啊，因为我在徐州很多地方吃的口味偏咸一些。嗯，但他们家这个咸淡真的特别好。嗯，这个腰子也特别好吃啊，特别实惠。嗯，太幸福了，我都不想说话了。它这个烧饼真的特别好打的，是吧？这个肉加的真的是实在呀，它这个腰子一点不腥，这么吃着啊。好了啊，我吃了两个烧饼，这人太多了，我一身汗啊。一个酱牛肉的，然后一个是那个腰子的，真的是特别好吃。它这个烧饼打的真的是薄薄的一层芝麻啊，超级香。30多年老店，这个店真的超级推荐啊。